周杰伦女儿出生之前呢，周杰伦就曾承诺女儿出生之后一两周就会向大家公布照片。万万没想到啊，最终这个一两周竟然变成了小半年。那前两天昆凌终于替周杰伦送上了这份迟来的礼物。岁末年初，昆凌也交上了自己的年终总结，无非就是感谢关心呐、平平安安之类的。似乎他也觉得这样的总结过分寡淡，于是便非常有诚意地配上了女儿小周周的正面高清五码萌照。虽然很墨迹，磨蹭了大半年才向大家公布女儿的照片，但大家悬了许久的心总归是尘埃落地了。小周周眼睛随他娘，告别眯眯眼，继承长睫毛，可爱的无可救药。而网友们也终于抛弃毒舌，对天王嫂的年终总结给出了深度指导意见，五星好评。